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脚踝和膝盖的热身运动。我们需要借助健走杖来完成这个练习。首先，我们向您推荐一个脚踝的练习，然后是膝盖的热身练习。第一，脚踝热身练习，双腿分开站好，与骨盆同宽，两根健走杖垂直竖立在身前，双手握住，双臂伸直，抬起一条腿，膝盖与胯部在同一高度，开始转动脚踝，向左转动10下，然后向右转动10下，接着抬起另一条腿做同样的练习。第二，膝盖热身练习，首先保持与前一个练习同样的姿势，大腿与地面平行，一只脚在膝盖的位置，小腿从左向右摆动，要碰到两边的健走杖，这样来回摆动10下，然后换另一条腿继续练习。在每次练习结束之后，请放松一下运动过的肌肉。现在您就学会了脚踝和膝盖的热身运动，接下来我们将学习胯部和大腿的热身运动。